直播，应该这样就可以了哈。对对对，我也看一下。从头开始。好，你开始。连好了吧？连好了。嗯。好。听得到吧？各位同学，各位朋友。喂喂，上次听得到，听得到，开始了吧？开始了，好，各位同学，各位朋友啊，大家好，这个很高兴到这里和大家，花一点点时间，再谈一下中国经济的现状、挑战和新方向，啊，我是中山大学的这个金融系的教授。王业民，先谈谈这个现状吧，是吧？中国经济的现状呢，用几个这个特征来描述一下，是吧？这个有几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啊。这个一个就是体量特别大，它稳居世界第一嘛，这个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人口多，它这个体量大，人口多，这个但是人均指标低，是吧？另外一个就是中工业制造产业链很完整。制造体量超大，它差不多这个简单的复杂的便宜的这个贵的这个都能做。另外一个就是国内消费市场巨大，体量很大，增长很快，是吧？这个是一个基本现状。如果看这个经济总量看的话呢，那么我们沿用这个IMF 2020这个世界按汇率美元这样计算的前九名嘛，七个是现在这个我们所谓说的七大工业国，再加上中国和印度两个人口超大国啊，这是按美元算，如果按 PPP 算呢，可能的这个排序还不是这样的，那个中国可能排到最大去了，印度当然也会提前一点，就购买力评价。那么在这里面呢，你可以看得到，这个不是一般的差距，就是美国这个是唯一一个20万亿以上的这美元，中国呢也是相当于唯二的，超过10万亿的，所以现在这个叫做稳居第二，这个是从体量上看。这个体量呢变化也不是一天两天的，实际上呢要回溯一下历史，这个对中国的理解会这个全面一点，是吧？在90年的时候啊，美国按照同样的 IMF 的数据大概是中国的15倍，日本那个时候是中国的8倍多一点。经过十年以后啊，这个就变了，这个美国是八倍多，日本呢是四倍多。到2010年呢，那是中国是就超过日本，那么美国是中国的两倍多。所以到2020年呢，大概中国现在应该是日本的三倍左右。这个美国呢比中国还多个40%的样子，有的也就是说中国大概是美国的70%多啊。这是一个简单对比。如果看那个世界上的这个市场份额啊，那么在这个用 PPP 这计算呢，
中国呢可能在80年的时候大概在世界上非常小，这个是2左右，是吧？慢慢的这个隔十年跳一点，隔十年跳一点，但是现在是最大份额的就18点几，是吧？这个是蓝色的，这里面呢美国因为这个科技比较领先，那么还有一些高端的军工啊、材料啊、设备啊这些，所以它相对份额还是挺大，但是相比来讲从21这样慢慢的过到15点几，15.9，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日本的份额实际上是慢慢下降了，从原来差不多8个点，现在将近这个世界份额4个点，德国呢也就是6点多个点变成3点多个点，这有个基本的考虑，这个观察啊。那么当然呢，现在按照这个经济学人呢，他也有个很好的形象的描述，就是在这个2000年的时候啊，那个你看蓝色的跟红色的不成比例，蓝色的多，那时候就是大多数国家是以美国为第一大贸易伙伴，是吧？那么进口加出口嘛。到了2020年呢，那红的就明显比蓝的多了，所以大多数国家尤其是那些非洲的啊或者一般的国家，那是跟中国的这个变成呢是第一大贸易伙伴，要用数量来讲大概140多个国家现在是和中国是第一大贸易伙伴，这是一个基本考虑，是吧？接着我们再看一个这个麦肯锡他这个去年做的一个深度调查，他就是说用这样一个图描述世界和中国的这个依存度的这个分析，所以你看得到这个深蓝色的那是世界对中国的依存，那么浅蓝色的这个是中国对世界的依存，所以到2000年的时候实际上是应该是中国对其他的特别发达国家的依存呢要高很多，是吧？它两方面它要需要技术啊，需要设备啊，那么很多的它就是一个加工形态嘛，但是隔一些年份，比如说到2007年，就是金融海啸之前呢，那慢慢的就有点呢扯平了，就是这个对外面的依存度还是要略高一些，但是其他国家对中国呢也是蛮紧密。到了2012年呢，它就开始颠一个个了，那个基本上呢，就是这个中国对外面的依存呢，实际上是小了很多。那么外面呢在这个整个产业链分布对中国的依赖增加了，是吧？到了2017年就干脆是到一个个了，就是说这个中国对外面的依存度和外面对中国的依存度，国外那实际上呢刚好这个倒过来一倍，所以就是说在这个整个这个经济的产业链当中呢，中国起的作用实际上是越来越大。那么所以有的时候通常说哈，每年都要有增长嘛，中国对经济的经济增长的贡献大概一般都在这个30左右，因为它的是一些比较干的比较实在的，你说我买你们家的这个各种矿物啊各种农作物啊，我给你提供各种各样的日常的生活用品啊工业产品啊，高精尖的它可能还是差一些哈，这样一来可能呢就谈一个做一个回溯，就是说这个中国的一些数字实际上对我们呢了解中国的现状有点帮助，就是人口数那肯定是第一啊，这里少写一个字啊，这个它有巨大的人力资源和消费市场在那里支撑，就是说慢慢的人多嘛，肯定呢想东西的人也多，各种各样的创意的其实慢慢也多，然后每个人呢他要是只要是生活得到了真实的改善，他的消费能力是不是实际上会提升，
中国现在也这个也基本解决了这个温饱的问题啊，包括脱贫的问题啊，是吧？那慢慢的这个就是有一个庞大的消费人口、消费基数和消费市场。这里面当然有的时候它会分层的哈，那其中有 10% 左右，那实际上呢是有极强的消费能力。那大概有个20-30%，那是现在是进入所谓的中等收入这个阶层啊。另外一个就是制造总量第一，这个产业链比较全，是吧？应该是说特别全吧，是吧？配套能力很强，所以你低端的产品它可以，高端的你像包括这种 5G 啊、 iPhone 啊、那个各种智能手机啊，实际上呢它是在全球的里面呢这种配套能力比较强，那相应的竞争力就比较高。另外一个呢就是进口出口这个总量是第一，现在实际上单量慢慢的也是第一，是吧？出口是好长时间已经是第一，所以140多个国家以它为第一大贸易伙伴。所以我们了解一个这个国家对我们将来呀做各种的经济选择实际上是有一定的这个益处的。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外汇储备第一，因为这么多年的不断的出口顺差使得它有非常大的一个外汇储备，它不像很多国家是这种借债过日子一样，所以有的是积攒了这些本钱它就有很强的对外投资和对外合作的能力。这你就看得到什么一带一路啊这些，它慢慢的它实际上是有比较强的那种的投资能力和合作能力，那叫做共商共建共享嘛。啊，举一些简单的图片，你就可以看到这个中国呢，它原来啊这个做的是少，现在你像这种各种家电，它是挺多的。这个无论是空调好、冰箱好、电视也好，它会做一些小的、大的，那么有自主品牌的、有贴牌的，是吧？所以做来做去，在这些产业，它实际上是有相当大的话语权和竞争力。就包括美国的通用电器，原来号称是所有的电器都会做，那现在基本上他也不碰这些的，因为要么就是有些板块他就卖掉，比如卖给海尔啊，有些要么他就叫你代工，比如说美的、格力啊，是吧？那么这一块它是提升的比较快，现在的什么医疗仪器啊，你像这一次的。新冠疫情搞出来那有些是什么呼吸机啊、监护仪啊，这个他现在做的也挺多啊，蛮齐。现在就是一些各种的机器人，你可以有点人形，也可以完全没人形，就是一些机器系统，这个现在蛮快。另外一种就是大型的设备，你像我特意画一个这个那16米这个直径的这种人看的都很小的这种盾构机，那大概要做这个高山，这个大湖它可以去盾，就是转，这个我们跟这个尼泊尔他签个合同，不是要打穿这个喜马拉雅嘛，大概就是要用这种。所以装备也上。另外一类啊，就是说有些是跟上来的，你比如说现在的电动汽车，因为它的充电桩这些多，所以这个行业其实它跟得挺紧。我们知道特斯拉很好，但是实际上紧跟特斯拉的，你像我们这里就有一些什么理想啊、蔚来啊、小鹏啊，当然还有一些比较大名鼎鼎的，就是这个比亚迪啊，它做什么这个电动汽车、刀片电池，这个呢现在应该是说挺不错，这个巴菲特也很看上了，是他的一个蛮大的投资者，是吧？接着就是造船的这种能力，你说各种各样的巨轮，他现在造了很多。另外就是什么高铁啊、什么磁悬浮啊这一类的啊，那就看得出这个是综合反映
一个国家的制造和配套能力。这些表面上是一个产品，实际上呢，它有好多的工艺跟到这个材料啊，和到这个设备啊，要集成，是吧？啊，接到下来就是有一些，你像这个工业升级的速度还是蛮快，你像无人机啊，以大疆为代表的，它实际上呢，它会把这个已有的功能呢，它会做各种的切割和到这个分解，所以我们呢，这个做小型的无人机，你比如带去旅游照相的，那就搞个这个万把块钱，过一阵呢，它会做一些改善的功能，就是去跑跑这个物流的，是吧？那个20来万，那你再高一点呢，这个50-60万呢，它就是作为农业用途的呀。喷喷农药啊，撒撒化肥啊，然后搞这个千把万的啊，他做的蛮好。你这个出口到这些发达国家去搜索啊，去演习啊，这个是无人机这个行业做的不错。你这个现在其实大飞机现在也逐步具有这个能力，是吧？像今年呢，这个快过了嘛，都估计明年呢就要正式。投入运营，所以这个就是工业的升级还是蛮快。接到下来我就显示，你像这里做汽车的生产线，这个装备啊，机器手机器脚咔嚓咔嚓，实际上呢现在也做一个标准的比较好的车，像我所在的广州广汽这种，大概平均呢好多年前摊到下来，也就是分把钟就可以做一个，几十秒就可以做出加工完一台这个车啊，因为它是好多线在那里，这个不间断的在那里，智能的在那里做啊。现在像核电站这些，现在也不错了啊，在可以自己可以做，也可以去出口，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这种深的工业制造它还是比较脚踏实地，这个制造业逐渐升级的。你比如说智能手机，这个呢以前是苹果的一统天下，但是其实看看中国自己的也不错，像低端的呀，这个传音，那么它就是价格便宜嘛，是吧？那么在非洲啊就很受欢迎，你高端的它可以。像这个 P40 M40 这些呢，实际上就哪怕是欧洲它也是很有竞争力，当然现在也受到一些芯片的制约，和到软件的制约，有一些小的这个打击，但是它其他的产品可以替代，是吧？中端的这些像小米啊 OPPO 啊 VIVO 啊都不错，另外有一些以这个再高端一点，是吧？这个 P 啊 M 啊比较高的在 Pro，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呢，这个整个产业链还是挺完整的哈。当然呢，现在也在逐步的向高端化去演进。你比如说太空船啊，深水的这个探测这个轮呐、像这一类的话，你像说。这个叫做是巨型的太空望远镜呢，是吧？这个叫天眼嘛，还有一些就是像这个量子通讯呢这一类的专用卫星，所以在这个应该就是我只是告诉你，这个就是有比较全了、它就不是简单的加工，原来就有就是说专门做一些便宜东西。其实现在也慢慢的制造能力是扎扎实实的往上提升。而另外一个，你光会做，还有一个你可以帮到别人的忙，你光卖东西给人家，你得要销别人的东西，好吧？那销别人的东西就是国内的消费市场，其实现在也开始展现它的巨大潜力，所以各国他都可以在这样的一个发展当中找到自己的机会。你比如说中国铁啊铜啊铝啊这些各种资源，它是
消耗的最多，其实也是进口啊，最大的买家。另外煤油和的这个天然气以及各种能源，它也是消耗特别多。当然现在也受到一定的环境保护的压力，就是说要减少煤的使用，减少油和气的各种使用，那你要开始要准备去用一些风能啊，太阳能啊，这个水能啊，这个当然呢也可都在做，但是它的消耗那是特别多。另外一个就是说农产品，这个林业产品，所以农业产品包括各种这个木材啊这些东西它用的也多。另外一个畜牧产品啊，你说牛肉羊肉啊鸡肉啊，这些都比较多，是吧？这个另外一个呢，各种各样的海产品，是吧？所以这个给世界有那么大的贸易量，就是因为它有那么大的市场，它需要交换。当然呢，你说都是低端，那么高端的实际上也多。你像芯片肯定是用的最多的，那超过一大半 ,60% 都有了，有成。它在这里因为产业它需要用到很多去加工成不同产品。药片现在也是用的特别多，是吧？各种各样的病，是吧？因为国外相对来讲比较先进，现在中国起步比较慢一点嘛。另外各类软件用的多，现在就是飞机买的最多，汽车买的最多，机床买的最多。所以这样一来就提供很多发达国家和不发达的国家各有各的选择。因为你市场大，那就有这个机会，是吧？这个是一个现状那么再描述一下呢，它的这个发展情况，这个增长情况。中国呢，你可以看出，我说从90年到这个2020年这30年，实际上呢就日本就看得到，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算呢，就是原来你8倍，现在你是它的3倍，实际上这个倍数变化很大，那就是一定是有一个持续的这个高速增长的过程，是吧？所以过往大概基本上中国是按这个 9% 以上的增速，现在也到了这个体量大了以后，慢慢的速度就开始下降了，但是总的来讲，它在和大多数国家比，它实际上还是一个高速成长的过程，尽管是说哈和原来比，你想想这个一年，是吧？你比如说像今年这种增长，我估计也要增长9万亿左右，但是到86年的时候，整个中国的经济总量也就是1万亿，所以现在其实增量已经很大了。这个按照去年的情况呢，这个主要的经济体也都是负的，因为新冠嘛，又是锁国。今年呢都是正的，去年呢在那种情况下，中国它可以保持正的2.3%，今年呢按照 IMF 数据大概应该是8左右，因为现在都已经到了年底了嘛，前面呢因为三个季度是吧，平均下来是9点多嘛，9.7左右。相比较来讲呢，一般的国家能够填上去年那个坑的都算还可以，像法国啊，意大利啊，西班牙、日本呢，那肯定填不了坑。那这其中有两个是很不同的，一个美国，美国呢，因为它实力特别强，另外它的金融刺激的手段也特别棒，因为它可以这个强的这个货币支撑，你别的国家没这个能力啊，所以在这个里面呢，美国是比较特别的，去年跌的相对少一点 ,3.4%, 今年呢涨的要多一点 ,6.0%, 所以两年下来它是应该是一个正的，而且正的还有点数，比如说2点几吧。中国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所以我们说 K 型反弹，也就美国它是这一次复苏反弹比较好，中国其实总的来讲也是复苏和反弹比较好的。像今年呢，因为它控制疫情比较好嘛，那个实际上呢，生产对外出口的能力特别强。不过它自己的消费它倒是没有像那个西方国家那么强哈。好，现在提完了这个现状描述以后，就谈一些这个挑战和问题吧。这个挑战问题也是蛮明显的哈，蛮明显。中国经济的重要的挑战就是它一个就是要均衡发展和共同富裕，这个是它的目标。现在我们是中国，它分的这个叫做分化比较大，就是贫富差距。我们呢按照原来的目标是不应该有这么大，但是现在也确实变得很大。像中国上那种富豪榜的数目也是越来越多，但是你和别的这个农村的啊一些或者广大的那些这个基数比较大的一般的这种打工的那个差别就显得越来越大，是吧？另外一个就是区域差别很大，你像我所在的这个叫做珠三角，和到那个咱们长三角，或者是大的一线城市北上广深，或者是二线城市，你就哪怕是这个成都啊、天津啊这些苏州，这都不错的。问题就是还有一些这个偏远的农村，你还有一些区域，你像西北啊、东北啊、西南呢、啊，这个呢就是发展不均衡。另外一个就是产业也不均衡，是吧？很多产业这个就是好像呢短板比较明显，那么受制，你要说高端芯片，它现在有点急啊，还有一些高端的药片，是吧？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需要考虑这个事。那么共同富裕，这个你要说起来容易，你个别点心做可以，你针对那么大面积的人，你都要给他有足够的这个保障呢，那个是不太容易，是吧？上一个电啊，这个另外一个就是碳达峰、碳中和，这个带来的产业转型的压力也比较大。抱歉，一个电可能刚才掉线啊，所以这个你耗能太多那不行，现在要减碳，那这个产业就要转型像这种低碳的、低耗能的，那么这个呢就很多的原来有竞争力的这个企业它要面临压力啊。另外一个还有大的也是比较你说是好的，但是后面又显得是差，因为人的寿命呢实际上呢那增长的比较快，因为各种保障其实还是蛮好的啊，这个就是老龄化，现在这个80岁以上老人都挺多了，那60岁以上的按照那样划的话就更多，是吧？那么这个带来呀就是社会的福利要增加很多，各种医药的消耗要比较多，这样那个年轻的呀，因为有一个比较长时间的那个计划生育啊什么之类啊，那使得这个劳动力的结构啊这个改变了，现在也年轻人呢显得不太够多，那么现在工资上涨也非常快，年轻人，所以现在就是在搞那些什么加工业已经没有太大竞争力了，这一个。另外当然呢还有一些就是结构性的，就是中美贸易冲突，还有啊美国在这个技术限制，一堆的这个黑名单啊，一堆的这个若干的这个禁止那个禁止啊，实际上就形成这个产业链呢，实际上呢
是有一点呢这个瓶颈和到断裂的这个破损吧。另外一个就是高技术高科技的产业和高质量发展呢，它的制约瓶颈还是比较明显。有的时候是说长期形成的，你比如基础研究的突破不够，是吧？你特别高端技术的储备不够，那么你因为简单的这个合作拿来也应该是说不太容易，是吧？所以有的时候是有些是集中性的制约。这个呢中国想突破，但是以一己之力有的时候还是有点困难啊。另外一个就是新冠疫情和它变异带来的不确定的约束，那么这样经常改变这个企业和产业的成本和效率的这个比较。你比如说一般就认为中国这个要这个零容忍嘛，就是说要清零嘛，所以每次一个两个他要花很大的成本去控制这种疫情的传播。这当然至于最后综合的效应是高是低，那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的说哎呀这个成本太高，那个钟南山这种老先生呢，他又说哎那也是必要的代价。反正呢这个算成本肯定跟正常的时候不一样，所以有些可能呢它是加大了那个企业的成本。另外一个就是房地产行业有主要的拉动产业，现在改变它的角色和改变它的功能以后，那有些不适应，是吧？你像现在以前房地产拼命的扩张，哪里那个银行的资金基本上往他那里倒，他带动很多的产业。那现在也因为我们也是强调房子就是住就行了，也没有必要去一个人囤那么多啊。那么这样一来，但是你要改变这个还是不容易。那个银行的钱你现在是有的时候是一道两道三道红线，这限制不让它去的太多，使得这个房地产呢从原来很容易融资现在变成很难融资。另外一个它的使用的这个资金原来周转很快，现在呢变成周转比较慢，它一定要压在那里，要等你卖完房才可以用。这样一来这个呢就是使得它在整个经济上面的这个龙头作用现在明显的就不会让它成为一个真正的龙头，是吧？那么这个要有个调整期。当然呢说深一点，有些就是问题是比较大的。你比如说这个高端芯片和到这个世界广泛应用的软件，还有一些标准的仪器啊仪表啊，这些东西因为中国还是比较依赖进口和到特别是那种顶部头部国家，这比如说像是以美国啊日本啊德国啊这些有些东西的进口依赖还是这个比较大，进口的比重偏大。当然它替代也不是说都不能替代哈。你比如说有些芯片虽然五纳米三纳米可能你是一定要买，但是现在像汽车芯片这个什么空调芯片，这个中国倒是越做越多，做它实际上呢这个产业会补起来，只不过是需要一点时间，是吧？所以在这个高端仪器精密机床专用发动机和这些关键设备有制约，药品啊医疗器械啊精密仪表啊关键材料和这个材料科学方面都有些短板啊。这个我们呢也是毋庸置疑啊。那么现在中国当然也面临一些比较大的挑战啊。这个挑战里面呢它就有这个房地产是不是你真的要下决心动真格啊。你如果动真格的话，因为有很多的房地产呢它实际上呢在
过往的惯性思维路径依赖里面呢，它是一个这个叫做资金推动型的产业，也就是说那个杠杆很高，你真的要把它压下来，那可能有一些头部的企业那真的可能要倒闭，可能要死翘翘，你不知道恒大它现在就已经债务违约，它如果你要让它慢慢的不断的开发它的房子卖掉房子，它可能呢应该也撑得住但是你要短期的要它履行以前他在乐观的情况下做出判断，那付出那么多的这个高额利息，那可能他一时半会他应该是周转不过来，是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么如果动得太大，那么可能影响会很大。但是你要是轻描淡写，那这个泡沫有可能呢就继续这个演化。所以现在实际上也是两边要平衡，那么现在一部分呢，我不能让那些这个大城市的哈，特别是就是炒地炒房，但是我也有些其他的，比如说基础建设下沉呢，你把二线城市、三线城市、四线城市建一建，那个高速啊、高铁啊、完了后网络啊，实际上呢，这样一个是很庞大的一个。配套，然后这个包括新农村呢，这些呢可能可以平衡啊。制造升级是很强调，但是中国呢有大量的就业，很多很多的中小企业，所以你还要稳定这些传统的制造业，是吧？那么这些制造业也不能呢过分的很快的迅速的外迁外移。那当然呢，也有段时间这个打贸易战之后，美国就是说我现在鼓励这些都去越南、东南亚去印度、去孟加拉这个呢中国它确实也要平衡，因为中国自己有很多人要就业，那么它对这些中小企业有的时候还是要非常高度的关注，因为我们呢这个和那个发达国家的这个人口结构社会结构还是有所不同。另外一个就是要提升消费，现在因为消费占比总体上中国认为还是偏低，但是你也不能提倡那种畸形消费，我们有一段时间就开始又是什么饭圈啊，又是什么粉丝啊，然后各种各样的就是追这个心那个心呢、这个然后这个就是不切实际的攀比。有了新冠以后好像这个是少了很多因为毕竟呢中国控制的严嘛，你就没有个个都跑的车又到这个东京去又到巴黎去，以前好像都是让抱团去，是吧？另外一个就是要鼓励民间投资，但是现在也确实要限制这个资本垄断，就有的资本在后面一推啊，就很多普罗大众呢做些小生意基本上都没机会，是吧？我们呢还是要平衡这个社会负担，另外一个就是吸引外资，是吧？你个钱进来，但是你进来干什么呢？也还要出去啊，因为你积累了很多的资金呢。所以要积极的对外投资，就是进出两个要平衡，而不是以进为这个吸引资金进来就是你的目的，是吧？进来要有目的性的啊，出去也要有一个章法，但是又要控制资金无序的扩张，比如你占了太多的这个敏感资源和到这个公众资源，那可能呢不合适。另外一个就是有些资金呢就是外逃这个或者外出，而且也就是干一些买买雪山啊，买买酒店啊，这些各种游艇俱乐部啊，这个意思可能呢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他要考虑这种不能太失序。好，现在讲新方向新方向呢我就稍快，新方向呢中国呢实际上呢也讲得很清楚，就三个最重要的阶段。
一个呢就是49年这个毛泽东在天安门宣布的这个是新中国成立，那个呢他是大概是告别那个这个近200年的那种屈辱历史，就被别人呢摁到地上，这个我们说是摁到地上摩擦吧，相当于，因为你差不多的国家都可以到这里随便找个理由就可以割掉一块地，割掉一某个领域要享受特权，你像大的这个所谓八国，那我们还是知道的嘛，你小的哪怕是这个这个葡萄牙也可以到那里澳门划一块嘛。所以有的时候啊，这个中国呢那段时间呢是确实经历了很长时间的屈辱。那么毛泽东在那个新中国解放以后，他就把这些不平等的条约他都说就废了啊，这叫站起来。站起来也因为那个因为这样这个外面的环境对新中国其实总体上是不是太好的啊，但那个经过了蛮长时间就是艰苦奋斗把自己的工业基础啊基本奠定。是吧，到了邓小平呢，这个是这个在中美这个缓和的这个大环境下，那么果断的就搞了对外开放，对内改革，那么就经历了一个接近40年的三十多年嘛，中国就是稳扎稳打那个脱贫致富的阶段，应该慢慢的现在应该是说差不多的东西哈，只要是正常人类生活它还是够挺好。习近平呢这个在这个十八大十九大这样接着下来就提出了一个像到特别到十九大就提出要一个复兴强盛这个过程。那这个里面这个内涵就比较多，是吧，那你就是整个结构要改变啊，整个这个品质要提升。所以这里我就稍微提一下哈，就是有些是讲的还是比较清晰的，就是他有个一个五年他制定一个计划，这个刚搞的是个十四五，他搞了个远景和到他目标，展望到2035年，就是2035年的时候啊，中国基本要实现这个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时候的主要标志就是就不管是算这个购买力也好啊，就按美元汇率也好啊，中国按这个速度化，那必须在总量上它肯定要在世界第一，而且应该是超过的有一定的比例，不能太低太少。比如说吧，假设就超过美国大概 30% 左右应该可以。但是你一算均量还是低很多。因为中国怎么说人口是美国的四倍嘛，是吧，那么那个时候这是一个经济的体量，但是实际上最要紧的它是说总量和人均要高，关键是关键的核心技术基本上要有重大突破，要进入创新型国家的前列。就是说不会因为一些这个仪器啊，那个材料啊，这个设备啊，好像被卡的有挺难过，这个东西应该到时候差不多的小障碍都可以突破，而且呢可以比较平等的和其他国家交换各种人类的科研啊，技术啊，和到产品呢、啊、是吧。所以在这里面呢它是质量会强调要重于数量，这个数量当然隐含在质量当中。那时候要达到这个样子，就是说中国基本上是有这个默认，就是到35年中国在现在的体量下那么你人民币也好或者是美元也好起码要翻一番。所以在这个年化增长大概估计就在 4.8 到5左右，这个是基本上可以保障。但是现在不会强调每年都一定要达到什么目标，所以中国总体上还是一个在追赶，在找那个
这个发展空间新动力的过程，是吧？所以这个是做了一个三五年的这个描述。当然到了本世纪的中叶，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一百周年的时候，它是有一个叫做强国复兴的这个目标，所谓中国梦嘛，那个时候呢，应该是说这个各方面的这个基础应该都打得比较牢，那市场也很大，技术也比较领先。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讲一下哈，这个新的这个态势里面呢，你定了目标，那你有些结构就开始要调整了。调整呢，这里面呢，最重要的是这个，就是它随着国际这个格局的深刻调整，不管是经济、科技啊、文化、安全，是吧？那么中国呢，大概这个一心一头往外跑的，往外去扩张这个经济体量的这个动能呢，会变小，是吧？它那个会像一些发达国家那样的，这慢慢结构会有所调整，比如说出口会显得不是那么重要哈，投资也会有相应的节制，消费也就是尤其是自己国内的消费慢慢的会提升，它不可能是一辈子都是干活自己不花，那没有这个道理，是吧？所以在产业结构会变很多，那么在这个比较高质量的这些产业或者高附加值的产业，它会有更多的投入，比如说现在你像芯片它肯定会越做越多，它不可能都是去买嘛。我过一阵呢，那像这个疫苗它今年就做得不错啊。以往这些疫苗基本上是买别人的，又是这个疫苗那个疫苗，原来也觉得很神奇。像今年呢，这个一下过去打25亿针，现在打掉那个要打三针的话，起码要打掉30亿针。你这样的话如果都是去买那就很麻烦。所以这个呢他会做，还有一些医疗仪器，还有一些高端装备，现在甚至飞机他也开始在自己主动的去做。所以低端的会慢慢少一些，中高端的会肯定多。贸易结构跟各位也是探讨一下。贸易结构现在看起来是出口很多，天天呢中欧班列运出去的很满，各个货轮呢集装箱运得很满，但实际上我们也在问，是吧？你运满的出去，如果运回来没有东西，你没有理由运个满的东西运空气回来。所以其实是要有来有往，就包括和美国的贸易结构我们也在深度思考。我作为学者不是说政府，你是吧，那肯定要交换，因为我们是用些这个日常的用品呢，把这个沃尔玛 Costco 填满，但是我总得要买点芯片呢，买点软件或者买一点股权。你要是啥东西都不能卖，都不能买的话，那个东西将来这个贸易会失衡。另外一个就是结算方式，结算方式，各国的货币实际上呢，这个对应到它的购买力实际上是差别很大的，尤其是很多国家的货币，随着这个经济结构的变化，那个这个政体的这个轮替啊不稳定呢，实际上经常造成这种呢货币大幅度的贬值，实际上是没啥用，你也买不到啥东西。所以慢慢的对结算的方式，比如说我们都比较喜欢的就是用人民币啊，或者是签一个互换协议啊，因为有的时候受到各种制约。所以中国在这里他提出一些重大转变呢，他当然也有点道理哈，他是在这个面对一个超大的产能的国家，因为你基本上什么都会做以后，那当然有的时候你也可以说这个质量可能有点参差，人家用苹果，你们家用华为用 OPPO， 但是这也基本上可以了，是吧？你这家电人家用GE，你们家用美的，是吧？这种呢问题不大。所以你只要样样，因为以前呢是样样都缺的时候，你这个做法不一样。另外一个，中国还有一个超大市场，其实
你和可以 消化、很多其他国家的、不同层次的产品，那你就有一个这个交往的这个这个本钱吧，是吧？以前就是美国是有超大产能，有超大市场，现在其实中国慢慢的它也有超大的，它产能实际上已经超过美国了，那个市场的规模和能力现在也是逐渐的也是超过美国，是吧？当然呢，你的人多嘛，就凭这个整个的质量差一些，所以我们有些关键短板，这个关键短板就是说，你比如个手机做得很好，但是你缺了个芯片，缺了个软件，你比如说你想那个芯片你设计得很好，但是没有那个设备帮你加工，是吧？本来照理也可以买得到，无非就多一点钱呗，现在就是不让买呗，不让买的话，那你得要想办法，要么找另外的路，是吧？要么就做一些稍微差一点的也可以嘛，慢慢替代。就像我们说啊，你这个芯片没那么没有五纳米，实际上那个14纳米能做也不错了，也很少国家可以。这里面呢就要想办法，另外一个要对，这是对内看哈，那你就要把这个市场激活。在国际上呢要看，他提倡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还是蛮不错的，也观察到世界重心呢，经济重心在慢慢东移。因为以前欧洲是世界中心，因为那文明都是啊，也是英国啊领头啊，法国啊德国啊，但后面慢慢就是美国是中心了，北美是中心，但是美国那也就几亿人在那里，是吧？你个三亿多人的美国，你加上这个墨西哥这个加拿大，就三个国家一个北美贸易区，它没有理由成为全世界，是吧？众星捧月，各个都要到那里。你说中国东西要卖给他，韩国东西卖给他，日本、欧洲都要卖给他，他也吃不消。所以这种经济中心呢，现在慢慢的，其实在中国随着它的市场越来越大。印度实际上呢，它现在这些年其实变化的也很大，这个消费市场其实挺大的。你在这块做，再加上这个日本啊、韩国啊、东南亚那。这个市场挺大的，完了以后这里欧亚实际上连的也蛮紧，是吧？所以在这里面呢，就是有的时候有些高端技术，有些高端产品的市场，那在这里面呢相互之间得不到补充，所以他希望呢是在这个产业链、供应链、资金链、需求链上呢得到比较好的这个补充。所以新的发展格局，这个就是说他不会去搞封闭的国内循环，那而且是很需要的一种开放形态的国内和国际双循环，国内也要赚得起来，你不能老是严重依赖就是要去出口倾销，国内只有这个，你不能什么东西都是你补不齐，等到别人抢那也不合适，国际上也是一样的，是吧？这个有来有往。所以这个双循环，我就跟各位稍微报告一下我的理解，就是说你要聚焦中国制造和中国消费这两个特别的优势和要素，是吧？你把制造越做越好，越做越大，那就有本钱，消费市场越来越大，那也是有办法，是吧？那个不要刻意的去低价去抢国外的市场，这差不多就行。另外，但是你要靠技术和质量去占领这个市场，是吧？你的这个 5G 系统好，价格又优惠，这个品质又好，人家就会要你呗，是吧？你们家手机要是做得很好，人家也会要嘛。你们家的这个各种呢，港口码头你可以全方位配套，人家愿意要你做，是吧？更多的注重国内市场，通过市场来促进技术的升级。你比如我们这市场挺大，你 iPhone 卖得很好，那么它就有各种的技术，就自然的在这里面呢，可以和你的市场对接，那么你也可以学习，仿效，或者是参与合作。你像特斯拉，它也是这样的呀，你这个市场好，它就会来呀，这个因为你开放这市场，是吧？就用开放的积极的态度补齐国内，
产业或者服务流通的短板。在这里面呢，当然有些关键的因素它需要考虑，因为简单的技术啊，像中国现在这样的这么庞大的一个供应体系和到人员的就是人口的这种这个优势吧，那么实际上一般的技术它可以比较快速的得到提升和弥补，但是一些重大的技术那是要有很深的积淀，是吧？而且像美国那个，它有全球的人才，这个聚集和到一些顶部的这个大学啊和研究机构啊支撑，那也不是一般的国家可以学的嘛。所以在这里面呢，他会说有些国家的战略科技力量呢，它要强化，是吧？那么你像供疫苗啊、供芯片啊，或者供飞机啊、供发动机啊，那个可能要有比较强力度的支撑，是吧？这个形成紧密的全球经济的这个循环体系。好，这个里面呢，它就总的啊，我给个图，就是你加工原来比较侧重，现在呀就要升级为生产啊，那所以差不多的产品呢，它实际上现在越来越少的，就是跟人家简单的代工贴牌啊。慢慢的，它实际上是有自己的产品，你像家电啊、家具啊、手机啊，慢慢的开始它就会注意下一代的产品，设计啊、研发呀，然后逐步的就会形成一些品牌和到服务，然后再把消费和流通打通，这样一个产业链呢，它就开始就转得起来，效率也会增高。所以在这里面呢，有个核心的部分呢，就是要形成强大的国内市场，它主要就是这个用这个创新驱动和高质量的供给来引领和创造一些新的需求。比如说你有重大需求，像中国要打疫苗，中国要搞各种各样的什么人造膝关节、踝关节啊，那个你假牙也好啊，什么人造皮肤也好，这种呢，它医学的它也需要。那个芯片呢，就是家电的芯片、摩托的芯片、这个汽车的芯片、飞机的芯片、计算机的芯片，这些呢，就是你需求很大，那你就要牵引这个供给，就是这些供给，你就要想办法琢磨去突破它。另外一类就是通过你的供给能力创造新的需求，你比如说中国现在那手机键就变成必备了，是吧？因为你各种支付人家都没有带现金，就问你你扫我还是我扫你，那没有手机扫啥？第二个一出门他就要问你是绿码还是黄码，有的时候那就是能不能这个出行还是个问题，所以这样一来变成人手要一个手机。还有一些物流的，它实际上现在也是变得很快，大家便捷的就是要这个外卖要那个快递，所以它创造这种需求啊，那么它会形成呢，有这个能力生产就会形成新的需求，你包括现在的各种装饰啊，家庭呢也是挺厉害啊，还有一些人呢开始要有健康的啊，是吧，美容的啊，这些它开始这个业态都形成。所以总的来讲是提升传统消费，培育新的消费，然后公共消费就是你给他修好路啊，修好高铁，通好车，然后修好网，然后把这个5G 4G 都通到广大的这个乡村城镇。那么这样一来，他这些这个教育的、医疗的，你给他政府啊，有目的的去给一些转移支付和到补贴，这就使得这个整个的消费结构就比较这个充分。好，接着还有一个就是中国现在谈一下它发展的一些新动力啊，新动力也在这里面，它主要是两个，一个是空间战略，一个产业战略。空间战略里面就是区域的布局，中国有比较远的这种大的，比如说盘活北京的京津冀，是吧？你像他那里有科学院、清华、北大，那有很多的。然后整个长江流域新界带，
对外界一个一带一路，这是要很长时间的慢慢努力。另外一个就是说现在较短时间里它有些核心区域战略，你像粤港澳大湾区，把广东、香港和澳门把它的优势都组合起来，然后还有长三角的一体化，就是把上海啊、江苏啊、浙江、安徽那个这两个是中国比较发达的区域，里面又挑一些很有代表性的区域，比如深圳作为这个粤港澳大湾区的一个这个先行示范区，浦东呢作为长三角的先行示范区，它给更多的改革探索的这个空间，给更多这个人力财力和的政策的支持强度，所以这做完以后，他就是希望有些可以快速的复制比如说我们对成都、重庆啊海南呐、像武汉呐、这个郑州啊乃至西安呐、这样一些城市群他会给出一些让他学习效仿，然后当然大的他会有一些稍微慢一点的，像西部开发、东北振兴、区域协调、乡村振兴，它有一整套的这个区域空间发展战略但是这个空间你要注入一些产业，所以这里面呢就有一些新的产业战略比如说高质量制造，这是在现在越来越提的多的，因为这个呢它就在一些关键领域里面要投入，因为我们的很多产品呢就受到一些材料、装备或者工艺那个限制那么慢慢的你把这些卡脖子的短板补齐。当然中国也做了一些超前的部署，比如说现在提的新基建，它列了七个大领域，主要是分在两块，一个呢就是用好数字资源，你不要不是要节能吗？减排吗？所以他就会在 5G 基站这里配的很多那么大数据中心配的很多云端这个服务平台和技术配的很多，像这一类的话，那就是保证呢将来在数字资源的反复利用，因为它的数字也特别多，是吧？数据也特别多医疗的也好，消费的也好，金融也好，那么就是产生很多的业态当然呢至于是不是要到元宇宙那是另外一回事所以这种基础的超前投入它比较多，比如说 5G 基站它可能在全球它是铺的最多的这个最快，这些就像当年铺路一样的。另一块呢它就是在能源方面它考虑了很多就是将来要应对这个能源革命，你比如说它的一个呢就是各种的充电装置，那是现在用的最多，现在所以电动车用起来这个行业它比较厉害完了以后就是超远距离的高压的这个能源的储存跟到输送那么像从新疆拿多少条线过来，那跨越它几千公里那你要传到这些发达城市像北京、上海，那个也是不容易的这个呢这种系统然后就是给很多的在光伏啊这个太阳能、风能啊那个核能啊这方面呢在做很大的部署。当然还有一个就是中间配套的，你比如说高速铁路网高速地铁网这些，它实际上就大量的减少了这个人们出行需要快捷要便捷，但是你要是每个人开个大吉普那受不了啊，所以它这套系统呢像包括8横8纵的高铁网，现在往16横16纵去考虑，实际上也是在这里对将来的产业做了一个很深的铺垫，然后对战略性的产业它不断地在更新它的产业比如说现在
你像疫情这个新冠来，他对这个疫苗这一类的，在这个灭活的也好，新技术的 mRNA 的也好，还有一些这个更新的技术也好，他会投入，是吧？完了以后，这个各种各样的什么 3D 打印这些，他会投入，是吧？所以战略性产业，他当然呢面对的是主要四个地方，就是世界科技前沿，经济主要战场啊，就是你用的最多的吧，还有一个国家重大需求，人民生命健康，在这几块是要下功夫，而且下的功夫挺大的啊。好，最后提一点点呢，他就是说发展经济的这个中国的着力点呢，它实际上呢没有什么这个特别这个和别人呢有多大的不同，因为它是慢慢来的，是吧？当然我们也从中国来看也蛮羡慕很多这个国家，在一下子就超前很远了，你比如一会就到元宇宙去了，一会就到火星上去了，踢球，像中国也是个痛，足球也不行，篮球也不行，篮球也不行，这个什么好莱坞，这个呢都试过。中国呢现在我看哈，他最重要的就把发展经济的重点，他认为要放在实体经济上，就是定位还是很明确，中国是一个干活的做实事的，所以他坚定不移的是把制造强国和质量强国这个摆得很前端，你反正越做要越丰富，越做越多，而且也要做好。另外一个就是数字的那个网络强国，数字中国，这两块都搞齐了，实际上就挺不错，是吧？那么在这个里面你靠一些什么呢？他实际上是学了很多全球的先进经验，他就是总体来说是一个有效市场，就是把市场配置资源这个能力发得比较充分，再加上呢政府要有所担当有所作为，这两个它是平衡的。你比如说他通过市场经济和竞争机制就把这个各种呢这个自由竞争这个业态搞得比较丰富，通过产权保护和尊重财富，使得大家对财富的追求啊，实际上发自内心，因为做了以后是你的嘛，所以中国人看起来比一般的国家的要勤奋很多，他做得多他就赚得多。尽管有人说你这不好啊，这个996啊，血汗工厂啊，但有些可能呢他是还是他就希望通过自己的汗水和努力获得更多的财富，从某种意义上他也不是，他是自选的，所以你很多这些 IT 行业他这个能够诞生技术，他就愿意付出更多，如果你不保护他的这个财富，他可能就没有理由跟你去干那么多嘛。另外一个就是很不同的，就是中国在基础建设和产业园区建设方面呢，他比较愿意投入。这里面呢，有一部分是企业行为，主要还是政府做了蛮多的努力。你像现在的各种呢，电力啊、交通啊、物流啊这些，实际上对新来的那些企业产生了很大的便利啊。那么他也有这种动。你像特斯拉，在那个美国，他也是说。他征个地啊，找个人啊，挺烦的。他跑中国来呀，这地也搞好了，厂房也搞好了，资金也给他备好了，他当然容易啊。他一下一年，他就开始盈利，盈利他就变首富了。所以这种呢，他吸引一些技术，比较厉害。另外一个就是中国有个地方政府相互竞争和相互合作这种政策激励，像北京、上海啊。这个广州、深圳呢、这些都要比的，这个苏州、重庆呢，是吧？比来比去，他就这个政府，他实际上是处于一种比较积极，甚至有的时候还有点亢奋的阶段，啊。那么在产业布局上呢，在这个里面呢，他会做很多的考虑，一个就是传统产业肯定要巩固，啊，那不能流失太快，优势产业它需要。保持着领先，你比如说什么智能手机啊、家用电器啊这些，
你这个高铁动车啊，另外也就是对一些战略性的新兴产业和未来可能的产业，你包括刚才说的新能源的产业啊，包括一些超级材料的产业啊，包括这个你也不一定是现在的芯片了，也有一些其他的芯片了，所以就这个呢，可能呢就要加强科技创新和技术攻关，去保证对这些产业有相应的投入和跟随，甚至局部的领先，是吧？这个里面呢，但是在这里面呢，产业布局和转移要做的动作要稍大一些，那么你像这个，你在珠三角、长三角，它基本上就像中部、西部这些地方转移很多。你包括我们现在装手机的，就不会再在深圳装了，它基本上就到河南郑州，到这个四川成都，这样一来，它形成呢这个很强的产业链，那就转到那里。像这些往一些通过国家的中央的财政转移，实际上它可以使得这些有些区域能够发挥它的这个后发优势，是吧？总的来讲，它会有一个补短板的考虑，就是有些消费短板呐、供给短板呐、物流短板呐、装备短板呐、科技短板呐，那就通过人才政策的这种投入啊，那么使得它能够这个把一些这个制约性的短板补齐。好，最后我想提一下，就是啊，中国有它还是有它的特色，特色就是经过这么40年的改革开放呢，对外对内都看了一遍，包括前面一些这个基础性的铺垫，所以现在中国可能对有些问题认识比较清晰，就是说它对政治和政策的稳定性呢是提的比较高的，基本上就不太允许这个社会这个很大的这个什么动乱啊之类的东西，因为也吃过亏嘛，文化大革命那种搞两下，搞来搞去就是耽误很多事，是吧？所以在这里面呢，这个中国呢，他说走中国自己特色的这个道路啊，应该是从这个骨子里面比较认同的，所以就是说，包括现在中美也是这样说啊，就是说各自把自己事做好，你不要强迫哪个国家一定要选择某一种方式，这样一来，它是保证这个国家可以这个稳定的在那里运行，稳定的前进，所以一个五年、两个五年、三个五年，其实挺好的。第二个呢，就是说它会投入比较多的资源，把社会和安全的保障能力加强，那就是说，那也不会被两个这个地方一下就要改那个方式，因为我们看得到很多的国家就是因为自己乱了以后，一下子就这个天差地别，是吧？你像中东那么多国家，包括我们说乌克兰，你说原来我们也挺羡慕的，你搞来搞去，最后这个连自己家的这个土地都守不住。其实有的时候，这是一些根本的。有完这个以后，他会集中力量办一些大事，是吧？有些事就是简单的就市场去做。如果市场确实有障碍的话，那就要集中力量克服，包括我们的一些超大的工程，是吧？你像高铁也好，水电也好，然后也会搞一些区域战略和产业政策。那么就是政府啊，他也不是说就自己个人随便想就随便搞就行了。这样一来，他可以选择一些比较长远的战略考虑和长远的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那这样一来，可能呢我想哈，今天呢因为时间也有限，我只是从这几个方面，一个它的现状啊，一个它的问题和它的新的
一些这个目标和的思路吧，提一点我的作为学者这个考虑的。也因为这种事啊，也很多人呢可以从不同的观点去思考，是吧？有些不妥之处，也就是大家也就是探讨，就是说分享一下而已啊。谢谢大家啊，谢谢。好，行，你关掉哈。嗯。我打开。